伊是结束第十章。一早，我观看，看去基洛伯头壳顶强冲的中间，显出那宝座的宽恕，亲像宝座的形象。主对一个穿幼麻衫的人讲：“你入去，伫灯色的里那来，基洛伯以下，对基洛伯的中间。”将火炭提满两手，压伫城顶，我就看去伊入去。迄人入去的是基洛伯徛伫殿的正边，云充满内院，亚华的阳光对基洛伯遐上去，停伫火殿的顶面，殿内有云满满，伊也予亚华阳光的光辉充满。基洛伯的室的响声听到外院，亲像全能的神讲话的声音。六节，伊吩咐迄个穿幼麻衫的人讲，着对当世的人来，基洛伯的中间处会，迄人就入去徛伫一个人啊的身边，有一个基洛伯，对基洛伯中伸手到基洛伯中间的火下。主管下伫迄个穿幼麻衫一人一两只手，迄人就退出去。伫基洛伯的室下，显出有人的手的宽恕。到早，我阁观看，看去基洛伯身边有四个人啊。这个基洛伯的边有一个人啊，迄个基洛伯的边啊也有一个人啊。大家基洛伯拢是安尼，人啊的色地。亲像黄的叶，论到四个人的形状，拢是一个款式。亲像人啊中的人，人啊行的时阵，黄四面拢会行直，也唔免滑。头黄什么所在，因也对什么所在，行的时也唔免滑。因同身躯，连脚趾、甲手、甲膝、甲人啊周围。拢有目睭满满，这四个基洛伯的人啊，拢是安尼。论到这个人啊，我耳腔中听起讲是当世的基洛伯，大概有四个面。第一个是基洛伯的面，第二个是人的面，第三个是狮的面，第四个是鹰的面。十五节，基洛伯拢上去，这是我伫加巴洛。河边所看见画面，基洛伯行，人啊也伫身边行。基洛伯踢开石，离地上去，人啊也无转弯离开因的身边。遐停，遐也停，遐上去，遐也做伙上去。因为画面的灵伫人的内面。十八节，亚华阳光对电的火顶遐出去。停伫基洛伯的顶面，基洛伯出去的时就踢开石，伫我目睭前对地上去，然后也伫因的身边，拢停伫亚华的殿一当门口，伫因的顶面有以色列神的荣光。记十节，这是我伫加巴洛河边所看去以色列神的荣耀以下的画面，我就知。因是基洛伯，大家有四个面，四个膝，膝以下有人的手的宽膝。论到因的面的模样，甲身躯的形象，是我前伫加巴洛河边所看去的，因拢大家直直行去。